他们说，我们贫穷落后，很快会破产。他们说，我们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。他们说，我们没有人才，没有能力。在那边做到什么？那那华社的地位有提升吗？他们说，一定要服从他们，没有选择。就像这么马斯干和丁瑞格，他们不敢跟你说的是，我们并没有停下脚步。我们提升基础设施，我们提供医疗保障，我们研发数码科技，我们开发绿色能源，我们创造经济奇迹，我们用行动证明，他们所说的都是错的。这一次，你还相信他们说吗？坚持信念，相信改变。